发迹来打广告啊，不认识的，然后骂人骂得很难听的就拉黑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我眼睛老是发炎，你知道吗？有点痒，就是发炎。点哪里关注？点这上面黄色的爱心这里，我们加入一波粉丝灯牌，可以吗？加入一波粉丝灯牌，加入一波粉丝灯牌，还有一个加入一波粉丝灯牌，谢谢，好棒呢，跳得好开心，对，跳得很开心，真的跳给你们跳得好开心。就是有时候我跳不就跳着跳着我就有点尴尬，知道吗？讲吗？跳着跳着我就有点尴尬，要不然跳跳舞其实锻炼身体挺开心的，就是有的时候跳着跳着就是有点尴尬。记得多喝水，好的，我会多喝水的。哇，快40万了，家人们，来加油，团结起来，直接点到50万。我找一个舞，我跳个什么舞呢？再跳一个什么舞，家人们？娜莎跳的那个舞，娜莎跳的那个舞是藏族的。娜莎跳的那个舞是藏族的，我觉得那个舞不怎么不好看呀。你们老是让我跳那个舞，你们觉得那个舞好看吗？谢谢点赞来家吗？我40万了，还差10万就50万了，把赞赞干到50万啊！我们先把赞赞干到50万。谢谢点赞，跳舞跳个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就好，好看就好。那我就再跳娜莎跳那个舞啊。珍贵人生，是珍贵人生，那个我是。就这个舞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舞，家人们？家人们冲啊，对，冲啊，快到50万了，家人们冲啊，冲起来呀，快到50万了。快到50万了，冲起来！对，是吧？好的，那我就。那时候我穿了一条裙子跳的哦，我在那上跳的时候是，43万了，来家人们加油，还差7万，还差7万，我就跳了啊。新疆舞不会，新疆舞不会，家人们。新疆舞不会，真的。我下一次学一个新疆舞，你们老师叫我跳新疆舞，我下一次每个民族都学一个，好不好？每一个民族都学一个舞，好吗？到50万了没？到了就扣一。到50万了没？到了就扣一，家人们。我看到你们扣一了，我就跳了啊。然后还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，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给阿紫加入一下粉丝灯牌。我们今天好多人都没有粉丝灯牌，给阿紫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，在这上面黄色的爱心，你们加入到了。就加入到了，就会我头上会标出来一个粉丝灯牌啊，对，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，谢谢。我没有裙子，裙子我都寄回老家了，因为现在冬天来了嘛，穿不了裙子了，所以我寄回老家了。对，哇，现在这会儿就有人在加入粉丝灯牌了，对，加入粉丝灯牌这个爱心这里啊，黄色的爱心这里，多加入一下我阿紫的粉丝灯牌，谢谢叔叔阿哥节目支持。谢谢，真开心，真开心，那么多人加入我的粉丝灯牌，好开心，家人们。跳什么舞都好看，是吗？跳什么舞都好看吗？到了50万就给我点扣一波一啊，家人们，因为我现在看不到，帮我点赞赞，然后到了50万就帮我扣一波一。
谢谢关注，谢谢。对，加入一下阿紫粉丝灯牌，阿紫的头像这里有一个黄色的爱心，家人们，加入一下粉丝灯牌，然后去加入我的三区好吗？加入我的三区，到五十万了吗？到五十万了是吧？到五十万了，那我就跳辣山的那个舞给你们看啊。这个没有长的，家人们，这个没有长的，好不好看？好看是吧？这个好看是椅子我好看，椅子我好看的扣一，站着我好看的扣二，家人们，我看一下你们觉得哪个我好看？两个都好看的扣三，两个都好看的扣三。好看好看都好看是吧？一组的好看是可以啊，是啊是可爱来着，我都忘记了我说什么。跳小野猫又跳小野猫吗？又跳小野猫吗？那能不能帮我点点关注，能不能八子点点关注，家人们还没有关注阿紫的，能不能八子点点关注，然后能不能给阿紫送几个墨镜，家人们帮我完成一下任务可以吗？帮我完成一下任务，小小的要求，帮我完成一下任务。谢谢加入粉丝灯牌，谢谢。谢谢杨大哥，谢谢杨大哥。小野猫。谢谢大傻干妈送的墨镜，谢谢。那我就又跳小野猫了。9点半，我是8点半直播的，9点半，8点半9点半一个小时，我要播到10点今天。阿紫全网最漂亮自然美，谢谢。什么白白的是疤盒？什么疤盒？我没有疤盒呀，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下。什么哪里我都不认识这个字。你跳小野猫啊、我没有疤盒呀，我身上有疤盒吗？谢谢幸福人士送的礼物，对，谢谢家人们送的礼物，谢谢，感谢我们。
小野猫今天晚上是我跳的最久的一晚上，知道吗？小野猫平时我都是乱跳一下下就好了，太美了，是太棒了，是吧？谢谢，没有没有，也不棒也不美。啊，跳的真好，跳的好吗？谢谢幺七二四送的墨镜，谢谢，感谢家人们给我送的墨镜，好不好？哇，谢谢姐，谢谢姐，黄姐姐送的墨镜，谢谢。谢谢家人们给阿子送的墨镜啦，家人们还没有给阿子点点这个粉丝灯牌的，点点粉丝灯牌可以吗？点点粉丝灯牌，你们在我直播间里面，我就会看得到你们前面会有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这样的话我会看得到你们陪伴我的时间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谢谢幺七幺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你们加入粉丝群的话，去加入三群，二群也还差一点点，到时候加入三群，然后加入粉丝灯群。谢谢超人叔叔，谢谢。加入粉丝群的话，谢谢感谢送的墨镜，谢谢。加入粉丝群的话，你们就每次我直播都会通知到你们，知道吗？每次我直播都会，你们都会看得到。你们去群里面看的话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谢谢家人们的支持了，谢谢，好看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然后没有灯牌的灯点亮一下灯牌，你们看一下现在我直播里面有的我很多叔叔阿姨是已经七级八级了，这样子知道吗？这个帽子可漂亮了，谢谢。对，这个帽子是专属超人叔叔送的，超人叔叔就穿专属送这个帽子，送快送了两年了，快送了两年帽子了，我送的没有说谢谢哦，没看到没看到哦，太感谢家人们了，对，太感谢家人们，谢超柔叔叔帽子专卖店。对，帽子是超柔叔叔的专卖店啊，专卖的帽子啊，家人们。到了冬天给你送，到了帽子冷天给你送个帽子戴上，对，挺好的。现在是冬天了，超柔叔叔年后都给我送这个帽子，因为现在是冬天了，很需要这个帽子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很需要这个帽子。你们老是叫我连麦婆少婆少的，我都说了他没有回关我，所以呢我根本就连不到，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让我连这个连那个的家吗？我都说了，我别人连过来我会接，但是别人不连过来说我叫我连什么什么的，我都说了，我怕是粉丝带节奏。然后我也不希望打扰我任何一个人，所以呢我不会主动连一个人，知道吗？不会主动去连一个人，我不喜欢主动。对，点粉丝灯牌亮了就直接通知是吧？我不知道哎，那你们就多点点这个粉丝灯牌，这样吧，多点点粉丝灯牌，点点粉丝灯牌。阿子今天头发太乱了，刚刚跳舞了，所以这样的。而且我刚刚洗澡了，然后就是碰到水了，知道吗？碰到水了，我头发碰到水了。我的头发碰到水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今天乱也好看是吧？对，有些人的话他头发就故意这样子绑着，就是这样乱一点好看，知道吧，家吧？有的人就是流行嘛，就是这样故意绑着的，但是我是不是故意绑，我是刚刚洗澡，然后有点油，然后呢刚刚后面又跳舞了，又出汗了，然后就有点乱哦。还有很多叔叔也没点粉丝灯牌，还有我那些铁粉也没有灯牌哎，你们是不是不会点灯牌？就在这里，家吗？灯牌在左上角这里有一个爱心，你们点到了好像送个一分钱还是一毛钱，需要一分钱还是一毛钱，这样吗？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帮忙给阿子点点粉丝灯牌啊，帮忙给阿子点点粉丝灯牌，谢谢你们了。
对，要一毛钱，要一毛钱，要一毛钱，点点这个粉丝灯牌啊。谢谢点亮灯牌，哇！现在我看到好多叔叔阿姨都是点亮了灯牌的，对，点亮点亮灯牌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。不要在我直播间里面，没必要的人就不要在我直播间里面提啊，提来提去的，提到别人也会不好，别人也会生气，知道吗？好像我们没事，老是在这里聊别人一样。对不对家人们，我们有自己的事情，不要老是说别人。感冒还没好吗？好了，就是这个红楼里面有糖，还有糖。阿紫越来越漂亮了。没有。我真的是不把你们当外人啊，家人们。出不来了，鼻子，对，出不来，他堵在这画面这里，出不来，怎么弄都出不来。我真的是不把你们当成外人啊，在你们面前。阿泽要多喝水，好的好的，我会多喝水的，家人们。笑死了。没喝水的习惯，对，家确实是我就是习惯了不喝水，家人们，就习惯了不喝水，知道吧？习惯了不喝水。阿紫来点什么片？买一点，怕大海。什么片？我不懂，都是干爹干妈，不要见外。对，我就是对你们就是不见外的。阿紫瘦了，但好看了。天哥，对，很多人说呢，我瘦了好看；很多人说呢，瘦了就没有以前好看了。要喝水，好的好的，改一下多喝水。好的好的，我们都喜欢你，谢谢你们的喜欢。不是，我不是感冒了，我是感冒了，然后打吊针、输液、吃药，然后就好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还留下一点这个后遗症还是什么？人家说是后遗症还是什么，还是炎症，就是留下了一点那个咳呀，就是鼻涕，留下了一点那个，别的倒没什么，就留下了一点这个，家人们，下一次感冒差一点就把我的蜜给带走了。我们都喜欢你，对，我也喜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喜欢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喜欢我的都关注我。我去到了义乌，我就给你们分享冬天好多好多东西，好吧？我亲自去看，看的好的再给你们分享，可以吗？要定位一下止咳片，不需要，就是因为我吃太多药了，我感冒啊，老是身体不好，那里不好的，我就是经常吃药，所以呢不能吃太多药。多喝水就好了，对，我要习惯多喝水就好了，我就是习惯不了那个多喝水。好，家人们，那我今天晚上就播到9:40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没有关给我点赞，就是点粉丝灯牌的，点粉丝灯牌，然后去加入我的三群，好不好？加入群的话，我们有的时候秘密可以在那里说一下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不能在直播间里面说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去说说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就是在那画面家嘛。太难了，
太难了太难了，这样没有礼貌。对，我知道这样没有礼貌，我下一次就改掉啊，下次就改掉。不管你们是我的干爹干妈也好，干嘛也好，我觉得我还是要要一点形象，对不对？要一点形象，下一次就改掉啊，下一次就不那样子了。来，家人们还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阿紫一波好不好？还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阿紫一波，晚安。好的，然后早点休息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然后没有加入三群的，我们去加入三群好吗，家人们？去加入三群，去加入三群。然后我就关播了哟，我就关播了，我就关播了。拜拜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拜拜。我去到了外地，我就天天给你们直播，好不好？去到了外地，我就天天给你们直播。这两天的话，我在这边我要多忙一些事情，然后我再出去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多忙一些事情啊。我去到外地，我就可以天天给你们直播了。我白天，工厂联系去工厂监督监督呀，看看呀什么的，然后晚上就可以给你们直播这样子。每天晚上都找你找不到，只想看你。那这个这两个字是平平还是什么？这个阿姨，你关注我，然后你去加入我的群好不好？你会不会？你去加入我的群，你就找得到我了，就找得到我了。晚安。哎，还有一分钟，不到四十，还有一分钟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谢谢关注，对，没有关注的都关注我，要不然你们真的会找不到我的啊，家人们。拜拜，四十了，晚安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哟，拜拜，早点休息。